哎呦哎呦，各位各位，他是一个混血儿呢。哇哦！今天呢，爸爸看他要上节目，好紧张，好紧张哦。从头到尾，好不好？来找我们的播音，对啊，先看一下，看到爸爸 ，say hi，hello，hello，wonderful see you。Where are you from？Australia， 澳洲，澳洲，澳洲，对呀，对呀，你看手都放在口袋里面，有没有？那他们那有袋鼠，袋鼠，一起来欢迎汉娜来的 Hannah， 欢迎，哇，14岁，162，哇 ，beautiful girl， 来 ，come come come come， 哎呀，好可爱，来来来，走个台步，走个台步，来啊 ，catwalk， 哦。全校，哎呦天哪，可爱，哎哎 ，so cute 啊 ，say hello to everybody， hello everyone， yeah， can you talk to us in Chinese？ 可以，可以，那你用公台语的啊，你行，喂，哎，用中文，对对，爸爸会讲中文吗？爸爸会一点，会一点啊，你们闽南语呢？爸爸会不会闽南语？爸爸不会闽南，太好了，啊，你看到咱老被他骂哦，咱拢用台语，哈。那我可以翻译给他听。爱有这个共识啊，你就对了。因即摆因爸爸在看我，对不对？因听我咧讲啥，看不？不要爸爸这样很那个哎，爸爸这样好。你千万不要这样对我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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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thing happened。在学校他的绰号叫金毛。对，其实那是一种侮辱哎，我觉得。不会啊，怎么会？可是我跟你讲，是不是男生给你取的？对，男生就是因为觉得你很可爱，想要跟你打成一片。请你注意，对，金毛金毛，其实想跟你玩。他回来念特教班。特教班是资源班，因为我沟通有点不良啊，不会啊，对，那时候沟通很不良，对，然后隔壁那个男的还吃掉我橡皮擦，后来他那不是他欺负你，是他饿了 ，Oh my god， 吃掉你的橡皮擦，他一气就把他铅笔盒吃了，后来双方面家长来了，他爸妈就把他书包吃了，就爷爷奶奶。在吃教科书，他就请 Mr. Patrick 来到学校，一气把他课桌椅吃了。Is it delicious？ 哎呦，男同学在学校处处写爱慕他的字句。就是我们楼梯这样上来，然后就会有刷一把油漆嘛，然后就会用签字笔一直写一直写，就很明显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很写哪一些字句？就说拜托答应我之类的，然后可是就很长很丑，所以要答应他。那长得帅你会答应吗？你随便举个像哪一个？像哪一个？很像哪一个？喜欢的类型是这个。哎呀，好聪明啊！爸爸教得好。OK。爸爸教得好。OK， Mr. Patrick， your daughter chose me。我说他选择我，不错不错。那么有神秘的同学对他做出贴心的举动，让他很感动。女生都会来啊，然后那天就很痛，然后他就在准备一个巧克力牛奶跟一个巧克力在我桌上。哦，对啊。那个神秘人你知道是谁了吗？不知道，到现在都不知道，还不知道。有很期待吗？我想知道他是谁。那么幼稚园曾经为一颗卤蛋爱上了一个男生，爱上他的卤蛋，一个卤蛋发生的。哎，不要乱来，他拿卤蛋请他，所以你看嘛。看，都是你啦，都是我什么？来来，一个卤蛋发生的爱情故事。对，就是那时候午餐，每个人只有一颗卤蛋，然后就把它的给我，就觉得很贴心。知道吗？对，然后就一起玩啊，出去。对啊。现在还有联络吗？没有啊，青梅竹马哈。如果还有，那分手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因为我叫他帮我折被子，然后他不要，然后就说那分手吧，他说好，那就分手。就啊。和平协议，超难过，反半家家酒，不是好成熟哦。对，好，来来来，他要表演一个 New Jazz， 我们看他的表演。哎呦，耶！哇，掌声给他鼓励。Go，Hannah Go。哎呦，很会扭哎。哎呦，这个在学校有学过，来，大哥哥给他热情掌声，再鼓励一下哦。很会跳呢，哇哦 ，shaky， 哇，好会扭
che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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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。哇！爸爸来试试，对，来来来，上面上面讲一下，讲你的舞也跳得不错，因老贝底下讲一挂较好听。来来来，讲一下讲一下 ，Very good, very good, very good. Your daughter is very good. Yeah, thank you. She is a very good dancer. Yeah, of course. Yeah, I like future. 好好来，这个是我们二号的汉娜。汉娜，中澳混血的汉娜，外形青春可爱，也带着艳丽的气息，想必你迷死很多男孩了吧？